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叔啊，最近创业又失败了，啊，好难受啊！你等我一下，我送你一个东西。好啊。小子，送给你了。哦，叔，你的手艺真好。你想告诉我，生意要一步一步去做吗？小伙子，你付钱了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三场卢站长，人生要不断的磨练自己，锻造自己才是王道。